9月12日，王力宏作为代言人参加了在台湾举行的麦当劳广告活动。派对上，力宏化身气氛调动者，为主角们准备着礼物和宴会。哎，他准备上菜了吧？那我就协助他们一下。谁准备上菜？首先要先配备齐全。对，首先要先把小凳子拿出来。排除这个热气吗？湿气。给力宏一个麦克机。谢谢力宏，什么位置？就是经理升到总监，还有做总监呢，年轻的总监。对啊，来，我们再一次，其实我们每年的这个尾牙都很疯狂，都很疯狂，我都会被拱到舞台上去做一些，非常难忘的表演，比如说模仿秀啊，或是跟一些其他的艺人玩耍。发现麦当劳的保温箱之后，李红高兴不已，因为自己平时不爱出门，这种外送服务对自己来说真的非常方便。在问到会不会被店员发现是王力宏订餐时，李红笑答，通常不会发生这种状况。他们提供这个他们可以外送的服务，所以像对我这种比较不爱出门的人来讲是很方便的。所以之前有